向佐与郭碧婷于2019年结婚后，陆续生下一对子女。不过向佐曾多次被拍到身边美女如云的画面，导致两人屡传婚变消息，但双方从未做出正面回应，反而经常同框放闪，以行动破除谣言。近日适逢女儿的3岁生日，向佐晒出了一系列家人帮女儿庆生的照片。从照片中可以看见，生日派对的主题是封印所有小孩的动画《冰雪奇缘》，而向华强、向太也现身派对现场，开心抱着孙女合照，画面看起来相当温馨，引来不少网友大赞向佐的女儿简直是天之娇女。此外，向佐也晒出了他和郭碧婷的合照，只见郭碧婷身穿粉色套装，淡妆加上扎起的长发，整个人显得十分优雅，不禁让网友赞叹直呼她的美貌从没变过呢。Bye.